哎，哥，快上来，走这边。哇，这路可真难走啊！怎么才来？刚来半天了。突然就是遇到点事情，耽搁了一会儿。今天去哪儿啊？带你去一个小石头，我的秘境。啊？要走这小路上去吗？走上去要2个多小时呢，快走吧。我的天哪！走吧，陪你锻炼身体啊！最近天天陪你锻炼身体。 走，阿英，啊，你在干嘛？你精力怎么那么旺盛啊？我们两个都走了2、3个小时了。哇，现在都还有啊？这个呢？ 不能吃了吗？陈宇哥，你很累吗？还不到吗？我们要翻过那一座山，那座山的后面还有道，感觉一天都是我从小长大，然后一直走过来，还有放羊。走吧，那我们走吧。走吧。哦，又要断气了。还行吗？没问题，走吧。快点，我马上到了。好好。 就是这儿了吗？对，我也感觉。哇，这里真的是风景太漂亮了。是不是觉得比以前？对啊，那这不是有功了吗？我们这都是塌方嘛，这是上不来的，不然我们应该是。怪不得，这那么好的风景没人来玩啊。陈宇哥，我想给你搞点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 阿姨，这里好多花呀！来，我给你搞一朵花，戴耳朵上，跟上次一样。哎呦，你看好漂亮啊，太美了。没有啊，人美啊，人比风景美多了。走吧，去给你搞点吃的。什么吃的？ 哇，阿英，我这个墨镜真的是太适合你了。陈宇哥，你怎么老逗我？没有啊，真的，实话实说嘛。陈宇哥，你看一下那对面，那对面它的对面是一个就是种植那个茶叶的地方，然后我都去那里栽过那个茶叶，还有那个下面那边它就是一个蓝莓区。蓝莓区的时候，我去那里买，天天学习嘛，什么的。哇，那么远你都去过啊？ 也是，阿英啊，你看，你们这满山遍野，这是这种花，都是你们他们种的吗？不是，这是自己长出来的。好漂亮啊！是真的很好，就感觉跟书上说的那种"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"的感觉，真的是。可以，可以。 阿姨，你在干嘛？这个吗？这个可以吃啊。肯定啊，我以前很喜欢吃的。来这边放牛的时候，我都是还有跟自己的时候，我都是有跟着他们先去种这个吃的。行吧。好。 嗯，还挺甜啊，真的。 行，走，我们找个地方躲下雨吧，下雨了，怎么突然下雨了？全部给我啊！好，我有个东西给你，给，拿去吧。满山遍野都是花，真漂亮。走吧，我们找个地方去躲下雨吧。咋了？ 没事儿，小雨而已，走吧，走吧。
行。没事没事，你带着你带着你带着。哇，你这个是，你这个是牛圈啊，是什么东西啊？这里面，这个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的话，我们两个今天晚上就回不去了，只能睡这山上了。你怕不怕呀？